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火，很开心担任这次东风风神榜音乐创作大赛的评审。那我来说说这次评审的一些评判标准。这个比赛呢，分成前期的 demo 海选跟现场演出嘛。那在 demo 海选的时候，分成三块，一个是词曲表现，占 40%， 在地连结性 40%， 音乐特色与独特性 20%。那到了现场呢，就换你们表现喽。现场演出的表现会占 40%， 在地连结性一样是 40%， 那会多一个未来潜力评估占 20%，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，我们期待你们的表现。到了现场啊，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说，要不紧张是很难的事情，但是一定要记得处理好你自己的监听，听得清楚才能唱得好。我很期待到现场看到你们哦，加油！